天上会是观众大家好，我是天米华明生律师事务所的黄总经理，你们好哈。今天有机会在这边跟他见面是我的荣幸。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个刑事的案子。什么叫刑事呢？在美国是很自由的 ，OK， 吵架、打人、夫妻打架，或是说都是属于刑事。在美国你不能打人，也不能用语言伤害别人，或者 threaten 恐吓人家 ，OK， 这些都是刑事罪的。那今天我们讲这个时候，很多是按摩啊，按摩的话，这个警察现在好像很喜欢去抓这些按摩这些人，那他们告他们是卖淫 ，prostitution。那其实我相信很多客人不是没有这样子做，但是那个警察，他们也没办法，他真的抓你的时候，所以你要请律师到时候帮你辩护。那根据客人跟我们讲，现在很多警察他们是冒认是好像客人这样子，那去里面按摩，你要是按摩以后他说你也跟他有这个性行为，那变成他说你卖淫，这个是非常重要，因为你不想留这个案底在你这个污点里面。尤其是说有些客人是准备在美国拿这个公民啊，或是拿这个绿卡，那他们会看你如果有刑事案底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把这个刑事案底洗干净。如果你不能洗干净的话，基本上你就不能这个考这个公民的。那通常是说我们帮客人，好像如果你头一次真的发生的话，那当然是每一个法庭都不一样哈，我们就可以帮他的案底是说洗清，然后就是说做到没罪，那或者是一般是罚一点钱啊，就一点义工啊就可以了。那当然是说每一个案子都不一样的，因为真正来讲是说你不能有污点，因为这个案底是留在你这个背景是一辈子的 ，OK， 所以这个没有一个人喜欢有案底的。那不要说很多时候客人说我自己搞定，我真的没有做，我不怕。我自己本身会上这个法庭跟他们讲话，如果这样子的差不多99%你都输的啊，所以说这个要考虑。好像这种案子的话，你需要的你一定要找这个刑事辩护律师才可以，不是普通的律师做这种案子的。所以说在美国我们要懂一点多一点法律，那对我们本身是好的。那希望下一次有机会跟大家在这个见面哈，时间的关系我要讲再见。